欢迎收看《传说对决英雄放大镜》。流影龙痕，星魁，龙爪的厉害，你马上就会见识到了。在星魁七岁那年，母亲尤娜被神秘访客带走，不知所踪。星魁固执地想，若是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，是不是就能阻止事情发生？他从此更加发奋地练习忍术，而努力没有辜负星魁，他终于获得了太古龙的认可。在继承了龙爪之力后，他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把曾经失去的找回来。被动龙柱，在释放一次技能后，星魁会储存一层龙柱印记，最多四层，以强化下次补攻，提高攻击范围和攻击速度，额外造成物理伤害，额外伤害不可暴击，并向敌人投刺。每第四次由龙柱印记强化的补攻必定暴击，并在命中敌人时减少自身所有技能的冷却或储备时间，但该次补攻只能造成150%的暴击伤害。开局时，星魁拥有四层龙柱印记，当范围内有敌人时，使用强化补攻会脱离龙破爪飞行状态。第一招龙刃斩，星魁向前途径并挥动双爪，对自身周围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，对野怪造成额外伤害，命中敌人将回复自身生命值。若处于龙破爪飞行状态下使用，星魁会朝指定区域俯冲，对落地点周围敌人造成物理伤害，对野怪造成额外伤害和短暂疾飞，命中敌人将回复自身生命值。星魁手上的双亮晃晃的爪子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上前一个帅气途径，加上爪子一挥，敌人应声倒地。如果是在飞行状态下使用，打中敌人还能短暂疾飞，你说厉不厉害？第二招龙破爪，星魁伸长龙破爪，抓住触碰的障碍物，并根据移动指令进入冲刺状态。当移动指令接近出爪方向，星魁直线冲向龙破爪的位置，其间霸体到达后，再次向移动指令方向翻滚。飞行状态，当移动指令与出爪方向差30度角以上，星魁环绕龙破爪的位置向移动指令的方向飞行，其间霸体，并强化龙刃斩，环绕一周或取消移动指令时结束飞行状态，并向前翻滚。伸长和旋转的龙破爪对敌方英雄造成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，冲刺飞行或翻滚撞击到敌方英雄时停止移动，并造成物理伤害和短暂击飞，且自身获得一层龙柱印记，可储备二次使用，受冷却缩减影响，在飞行状态中可再次使用。若龙破爪抓空或被敌人打断，则返还单次一半的储备时间。这招肯定是星魁最好玩的技能，能抓着墙壁自由自在的摆荡，身姿就像什么没错，蜘蛛人。这也让他得以晋升为传说最灵活的角色之一，搭配一技能打出的爆炸伤害，绝不愧龙爪之名。大绝招龙吟落，星魁向空中跃起，过程中不可选中，并将双爪向前直出，对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，在0.6秒后自身向后位移，同时收回双爪，对大范围敌人造成附带目标移损生命值的物理伤害。大招不用说了，就是一个字，帅。高高跃起后伸出双爪再拉回，期间又是不可选中的状态，进可攻退可守，这是这招最大的精华所在。各位传说对决的挑战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Neo， 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新英雄是流影龙痕星魁。星魁的推荐奥义为10颗猛攻、5颗精灵、5颗夺萃、10颗龙爪。会这样出世，因为它主要的伤害来源是依靠补攻。星魁的魔文推荐使用死亡诅咒、噬灵、龟爪、强化恢复与赏金猎人。星魁的出装推荐兽魂之剑、圣骑士战靴、破阵战矛、全能武器、王者之剑、涅槃之刃。星魁是一只上限很高的角色，可以一开始就进场，或者在旁边等输出位靠前再进场收割。这边要介绍的是，这角色的大绝招可以用来进场收割或者是退场来使用，主要靠一技能来打出伤害，二技能当追击或者在旁边徘徊来等待时机。而且二技能在飞行状态下是霸体，所以可利用这段霸体的时间来观察战场状况，并思考下一步要如何操作。但是要注意，这角色的二技能的使用方式需要和你的左手边的移动键来做配合，可以当作途径来使用。
另外二技能还需要注意，若是方向键与技能施法键的角度相差大概在30度以内，会直接穿越障碍物，但要是相差度超越30度，就会旋转、跳跃、闭着眼。技能使用方式，第一种，先用二技能配合墙壁直接翻滚贴近对手，然后用一技能和被动的普攻来打出大量的伤害，最后用大招来收割或者是躲避致命的伤害。第二种，用二技配合墙壁做出转圈的效果，搭配一技能打到英雄制造晕眩，接着普攻打出被动的大量伤害，最后看需不需要用大招的斩杀来收割或者是退场。以上是刘影龙恒星魁的初步心得，记得订阅 Garena 官方 YouTube 频道。感谢收看，祝各位挑战者们摘星顺利。订阅 Garena 传说对决官方 YouTube 频道，按下小铃铛即刻提醒最新影片，精彩赛事不错过。